梁毅呢，也是香港非常优秀的一名花样滑冰女单运动员。她之前呢，曾经跟我国的花样滑冰男单运动员王一曾经在一起训练，曾经在他的指导下训练过。现在呢，她从上个赛季开始转到美国去训练。质量的一个节目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其实这个赛季，上个赛季梁毅一直有伤，但这个赛季他的这个表现非常的出色，在今年这个赛季初的这个亚洲公开赛上面就表现很出色，这次他的这个教练这个 Tammy。大家也知道，这也是周之芳的教练。这是他开场完成的勾手三周，接后卫点兵三周。罗宾的第一个跳的完成质量非常的好。多冰滑出，也有一定的衔接跟后面的节目。这是他的阿克塞尔两周跳，直接滑出有衔接。这是最后完成的这个弓身转，这是节目当中完成的弓身转。是一个联合旋转换速。
节目的最后后半段还完成了一个这个内点三周，当时他是有双手上举，这个在肌肉意义上都会有一定的加分的一些体现。高水平运动员的加入呢，也确实能够提升这个花样滑冰全国锦标赛的这些观赏性。梁毅的表现获得分为65.93分，现在梁毅呢是排名第一位。下一个入场的